哎呀，双晒顶顶，其他很多节目都是获得了多项殊荣。朋友刚才咱在去红线个是地界东山五内个开电视一个双灯，现在呢我准备车来高先生，高先生了吼，高先生，欢迎个，大名第一条个高先生，这种老听东山五内啊，那这边也个老配戏啦，东山五内呢是了抖音这个戏，很多呼吸度面个这个戏，并且也听在这个动摇个信息，之前呢我跟你讲东山五内这部戏啊，到咱地界这头。可以算到是有理点偏意义个，我先生你怎么看呢？南山五娘是个故事啊，不得独钓山，搿是建筑风流的故事。不断啊独钓山，甚至到福建，甚至到全世界。日本人呢就写过将南山五娘写过这个小说，叫做《菜》。搿小说个名叫做《菜》。直到四百万年前。就是现在人所推广的文，就是在嘉靖的时候，嘉靖的年代，明朝嘉靖的年代呢，就已经出过一本，叫做《离家记》。这《离家记》呢，就叫刘传，就刘周，刘传周叫刘传。这本呢，到日本啊，日本当家这个大学呢，是藏我这个本。是王家是吧？王家，甚至呢到这英国个牛津大学，也有这本个王家。方有奥地利啊，国家奥地利呢，是个瑞亚纳嘛，个图书馆，许内呢也藏了个一本王拉尼冈出伊那也应该是能了解也应该，这个本啊，了解个本那个个历史记。所以从上来慢慢知这个戏起色到国外，国内国外的影响度已经是非常大了。国王欧子的1952年，在全国第一次回应的时候，东南回应，那了解呢就导致这个李家记那段的接触戏，接触戏呢就是东山甲王东山呢通过。这亚冲啊，去城内呢，去红庙，红庙是着东山个神兽，由东山呢导致个，导致规班个上火。那么这段戏个音乐，都了解音乐非常做王者。王子你这出戏就参加过东南个戏剧会演，得到非常好个好评，是接触了解比较好个金出戏。就是其中这个内容，那来到五三年。福建的烂戏，就将东山五娘的家里做接触戏，伊能家里搞出参加呢上海片的，华东区个回应，华东区回应之后到全国啊，影响也非常大，所以了解的这个这消息呢，五十年呢，因为当时正顺甲团是能了解个重点甲团，个企业啊，企业地就对。了解个，个实际个物件试验就正爽个。那么许个小呢，就有正爽食汤，个只头手啊，兴安明先生啊，兴安明先生，了就甲哇，了就甲双超，永远个双超，甲南兴，甲个一个放映小生啊，叫做李金柱。帮我呢，甲国会个副主任江柳呢，一项唔难，专听呢，去泉州个同一人个。伊两个演出，同伊两个表演，迄个时候，佮差不多，五十年，咱就演开一大，非常紧张，台湾啊紧张，飞机踮来骚扰，所以都是在下挂头四点汽车也好惊，下挂头四点呢坐车去漳州，慢慢到漳州，那么到漳州歇了一暝，等到隔日个四点，才到漳州坐。坐汽车那个泉州，那个时候比较辛苦，就挪这个时间啊，那个泉州就挪这个时间。去到个冷气学习个交流个时候，东阳承认过建议啊，伊个二将个流通大个内容，伊也都要个学习。所以呢，不管啦，学习了
伊人即种福建嘅人戏啊，伊也教伊人东洋实验国剧伊啊，交流了解这个戏啊，如何增加改编嘅经验。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第二个大观，我是杨生。到今日个节目当是我排了听戏拍戏，咱来听这出戏是《东山五岳》。唱歌呢是东山的唱的，那听起来呢，到底当然是非常的熟悉。作为这出戏的导演吴先生，听起来呢，更是有这种感觉。吴先生，我听了导演的戏，你该那个感觉是啥？这位是我想起了昨年进入这个戏。原来呢，这个戏啊，当时五五年是作为了解这个重点剧目来做。那这弄到他当时是啊，有这个。因为我红事件，所以大家呢都是老高运动，但是呢，我这个就将了专门出来搞演播，就是来建立这个戏，建立这个戏。所以你到呢，这时候挑挑了了解哪个最好的作曲，这个是杨启国，这个是吴钦师，是哪那六东西来达到了解呢？是宋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曲，挑挑哪那呢？甲话，首先因为这个戏啊。哎，搞得好，作曲是一个关键，因为音乐统一了整个戏的节奏，即作曲作末整个戏的节奏就会成对。所以作曲也是一个进入作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。本身呢，真挪为作曲家去的时候，大家都无准哩讲究在清楚，在那讲究名字啊，什么个啊，乐是乐啊，话是话，个上呢一批思想比较乱，大家统一知识论曲，有啊，起国也来作。有啊，琴词也来扎，扎后呢来增加双读，双读那点能扎来有何？如果扎来冇再定扎，然后再双读，有阵时一门曲呢是扎了四五次。是个曲呢，加加到扎曲嘅时间呢，花了计划过嘅时间。即啊咩啊个下挂，即是三张，即点即落挂，即静嘅落去唱唱，是表姐扎曲比较短直嘅。个戏个花时间比较短者，这个戏。因为个嘛，个咱人真多听，开头光灯是点位啊？你怎个是点位呢？晓得黄鸟个夜春出来这只短剧，就是啊，杨启国先生作个。杨启国先生呢，用只了招个剧牌啊，摇好咯。了招个剧牌摇好咯，来谱写了这只短剧。伊都谱写这段剧啊，大家听起来都觉得嘛，情愫呢非常的饱满，非常火啊。全红了出来了嘛，入了暗店门，来到名香景，南无的往来如流水，你拢在动，有几枝满街甲彩菇啊，平平。花枝有两副的锦绣珠玑，叮滴咚滴隆滴咚，金马牛的名，金马顶名牛的团圆，琴衣声笑语啊，琴衣声笑闹闹，那么过去。甚至就是两个，而且个个爽录啊，个个非常流畅，把黄鸟个也从人见到黄浪段，即冲出来搞，带着种定境，迄种喜乐个心情，个把子个定词啊，到音乐上去充分表现出来。所以上来上去，琴词也扎，曲国也扎，就格的哒，扎来啊，比较好，曲国扎来比较好，就爽个。
正宗家当个杂起个洋气个先生，直接唔去。嗯嗯嗯。当我这个变啦，会唔掉？都这个伊正个伊个会唔掉啊？这个吴钦石先生都啊唔掉啊？都爱像啊东山之后，由于偏起林大，是唔多呢，值得无改革东山用一铺山呢，无改革呢非常的苦恼，也从叫伊来稳个散步。这个小呢，该弄了一顿去，遐是阿钦石上来吼，上来就比阿去个吼，那么就算阿钦石个，啊，这个小呢，伊一顿子的，伊个是上只蒙古蝶去拜，我还是在那只，南北长春草甜蜜香，怕痛。会不会飘出念念我记得高当岸美景香港有几难江阴，以为的是悲怆归客，因日之间，桥江阴，渡江心事。接麦呢来抒发伊家己心内一种痛苦的心情啊！村人认为呢，一顿要食来是比较好。我这种叫做落枪啊，感觉呢就是满腹愁腔啊。愁腔，非常好。小虎这顿吃呢，这顿吃个然后呢，到在人生收割的时候，这顿食托给人改播。我非常得听，已经能改掉，我非常得。而且当咱听到个这个录音上面，都无听到这顿。无听到这顿，而且根本连个东西都死啊，只手就爱浓缩。你把这顿吃，肯定那较短个浓缩成四股。四股呢就简单达长春啊，叫做达毛春三月烟花草青，正是江南破风光。站在平遥天南星，处处花暗柳绿都含愁意。改作是四句，那么这国庆呢就定力定则，定则就望穿无之前好过。现在你所听个，我都刚才都抢这段其实已经是 bug 了，已经是 bug 了。所以我在那讲这个，已经是 bug 了。但从音乐来办呢，这些东西、三些东西呢比较旺些。所以呢，是改来改去啊。有阵时也把好，我们今个改过去，今个有。国台英这种车听了都强嘞，我就马上就写个另外个问题，关于这个这出东山红叶个戏啊。我英的英王呢，确实也是这出戏成败个关键，因为好莫来回写出去哦。当然是不是请你来陪在关于英王这方面个事，好冇嘞？我那个英王呢？大家呢都多这个戏啊，这出戏大家都看了非常在了。但这出戏当时演出后啊，双秋也好，南明也好，因人呢都充分呢把这个戏啊，跟人们呢塑造出来。特别呢都塑造这个人们啊，能跟来源呢有所区别的。
就是人现在伊比人啊，甲戆鸟啊比人更加苦劲。就是那个戆鸟呢，甲感情啊，就爱比人人伊更加疯狂点点。因为当时那个理解是那，戆鸟啊，伊不能应该甲鸟叫甲嘤嘤病哟。鸟叫呢？甲英英啊，英英是上国个走起，那黄鸟伊也本身唔敢弄，唔敢弄是一个王国，所以个做修养各方面啊，伊个修养唔好个英英病，即系能够苦得出黄鸟伊个世界，是亚冲个热情啊，爱比世界只世上几啊，有那个黄鸟啊，更加疯狂。更加热情的，都修过来过天的超级一方面去拿啦，所以那个效应了，如今更加活泼，更加有生气。对，平时是做进来人们那是束手不好。好，那个录音等同时别等下再来拍，有黄家的呀，好吧。你总听到我唱个直灯啊，我怕是影响过前灯啊，这个录音咧，啊，这个张志超可能好另外找个机会来讲。戏迷回来再听一次。你老婆的这个银湾的双道，银湾南湾的塑造，这方面呢，可能有好多唔不公开过的消息，可能好多细节。不过这个戏啊，主要是他第一次摆两只鸥啊，他是比较成功，因为有演出的准备的时间比较充分，所以就。我年的双塔演出之后啊，深受群众的欢迎。我六年的这个戏啊，即剧就跳到广州去演出。我六年到广州演出的东山五鸟啊，也是广州的文艺界啊，吼，这个政府机关也好，大学生也好，都来看这个戏。大家对这个戏都非常大的兴趣。这个为了这个戏的提供啊。当代的名家秀啊，兴趣家秀啊，当梅坎家秀啊，哦，那潮州那个江门台家秀啊，人看啊，兴趣上大，都帮助来做你哦，把自己戏到文字上，增加收过再提高个直播。哦，我那山头当时个扶持，正张华峰也导正了这个戏啊个收过工作。对写书人了就知，就是先来修复修改东山五鸟的。哦，了这个。当时到广州个演出啊，只个只德国人啊，德国个戏剧装机也来看戏，看戏有几只个都跑到剧场来学那个流线个动作，等于两个跑来哦，非常之高。伊能非常感兴趣。等于两个外国人也非常之感对这戏非常之感兴趣。那么到这戏个到剧本上啊，个修改过听下伊能制作。只讲教授个文学界人花了好大个讲啦，就清楚得啦。啊，黄鸟学啊，唐山啊，学啊，搭啊，唐山就学啊，唐山死到迄条死。诶，黄鸟呢，一路死，也伊么死过，死过是黄鸟就死过啦，好啊。启东个二三股，对二股是当彩礼明月，彩礼清，此礼当礼能最客。华宏老师推着人，无法死个病者，即将黄鸟就强为做事，死股就符合伊病者。就是那明月甲当年唔话是一段时运的名字。那么搞华宏老师啊，考虑掉那就要改这个，佮那猜明月嗰种月明就符合名字。当年嗰个李当，那猜李月明猜李清啊，此地李当能最客。我改落去不管那符合是个名字，而且呢。意思如今何？月非常明，这个年个月非常明，这个年个日期非常之暗，所以呢，四国不断的呼唤，各路的呼唤四个名字，而且如今呀，如今呀，大家都非常之安乐。咁那一段呢，唐山，托阿爷从写起来，我们两个城啊，其实两城啊是三个小岛内经啊。就是要兴趣啊！阿董梅卡嘛，阿江安台啊，三个家小下坡来经济就是啦。六月老师当里清清，五月改在自身用手，说了就付经理了无消息，老梗人样啊，不正爱硬叮咚，这首诗呢，实际就是。其实是佢系介绍来修复咗嘅，所以对住这个戏就文字上到文学嘅提供啊，其实山头啊学咗佢系修复咗文学嘅，
甚至到广州去学做驾驶，都纠正了自己的文字的修改工作。嗯，所以使只剧本呢，正直无得到更改的，到剧本的文字上，正啊更改的提高。嗯，那么这只个戏呢，等到自己60年就去了香港个演出，遐香港这个演出啊，影响非常大。嗯，遐是轰动了整个个香港。许个时候呢，一方面为伊外边个华侨和古巴团的了解，听把了解，当年来香港演出，拢买飞机来，买飞机票来香港个团。嗯，新加坡也过来，还有新加坡、泰国，即个印尼拢这个各华侨村轰轰叫拢来，所以个票就是非常之价。直接人啊，香港人啊，直今日个下挂，4点外，就简单坐辆炒车，买来买买咩在个票，来买买咩在个票。我个屋啊，屋食咩啊？一买咩在天光开门来买票，是白佬抢领，呢个警察就多咗嗰个最铁特殊。嗯，呢张票咧就佢上张票真变硬咧吓。嗯，伊能夹过桥，等下华侨来搞，再统一统一又就蹲住咧，呢个票冇够彩虹嘅。无够彩虹嘅，所以白纸面面镜来白纸落张票，伊都烫彩虹嘅，所以好在呢是来自嗰个白对白票来白嘅，伊都话巧，是那自己一家己同有啊，就是总之是白了强令啊，买票到香港嘅时候呢，条件呢是变数了，是个热门嘅话题，嗯，那许个时候嘅香港报纸啊，那马阿尤双秋。个相片顶到台棒，其实台棒个相片都无只好顶荧光个，过去是只国家个元首，先好顶到台棒。所以就总你哋推落个推到香港报纸当个错一叫，但香港呢了解个荧光，来去顶个个相片呢当到台棒，所以因此就总你非常的重视了解。个时候这是60年我所起啊，这个伊所起个非常大个影响。Thank you.
友继续收听第二个台湾。我先生，这种老老婆的这种戏啊，我都属于搞这个正经因素。这个时间是当五千年，是吧？是。当五千年的东西呢，也是讲几十万人往照顾到北京去。是。是不是现在来写来回忆起来，去个情景个记忆？我同意了好多资料这篇啊，所以国家领导人也同意了这出戏个因素。是。那亲临其境，这个情景肯定是记忆犹新。当时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推了这出戏啊。这个戏啊，因为小三是把让这个家属表达通过这个五六年啊，就是生演出之后，得到社会的同时，特别是广南省同志，所以呢，紧急着就准备成立广东调解团。成立广东调解团的时候，到五六年就等来到积极成立。这个广东调解团的成立啊，是跳跳了各帮的主要人员，好个就跳来，好个就跳来。这加上甲方呢，五个主要人员全部跳过来。拢是这几个双跳，男英老跳了过石尾，老生了吴林勇，帮澳门啊蔡邦旺，五个主要人员拢给跳过来。加上甲方也唔使苦劳个，甲其他各个甲方啊，是个主要人员接帮了好多人员，遐小人。当老婆遐几个剧团叫做雷公棒，叫做雷公棒，所以一动起来搞啊，赶紧增加排量。排量个时候呢，刘华红同志呢就该表格写了《苏冷鸟》。写《苏冷鸟》呢，介绍呢，哇，甲龙岩寺老先生、老会长、龙岩寺老先生，哪能两下呢，就跳跳落去排演这个《苏冷鸟》。那么唐三龙鸟个小鬼提供工程呢？就有个病食票老师，伊落去成件修改白粮，到只是说修改白粮呢，也得个了佛法个提供。食票老师到正个戏个执手上，浓缩上，起了佛法个实现。特别是往来最后个只往来啊，个花红鸟、流沙鸟、个另一鸟是三个鸟，食票老师个浓缩成两个鸟，而且到只只鸟戏啊。伊呢，就人物上如何使只冲突个更加犀利，变得到火影鸟是点么呀？问来我到剧目前我就回答呾，我了呾柳枝无落，因此随往摇起，我就个加一句呾，只个柳枝无落，因此随往摇起，人就是无主意，就会任人摆布，只会去称人龙鸟，但是这个老师个的看唔够。哈唔够，急急呢就惊上戆了大路，又来做个四刷打，也冲就打，有诶无刷打，当初个利己就不可乱打，我惊起真老苦物来搞，使到伊那老难啊，只阵也冲急伊爱只啊戆了呢，暴露心思在上呢，佮种情绪个啊戆了只时候。正就这个利多撑到也心肝透明啊，所以接上那个戏制作动势就是动大，要哪能拉对哪个台阶，然后就当接着正次之后啊，就哪能迎着七步顶调节同动作动作，七步顶的动作慢慢哪能来接近，然后呢就来唱着呀冲，就来唱这一段曲，所以才是在戏个矛盾啊，戏个矛盾冲突啊。就更加尖锐，就老山个王鸟加东山罗囊啊，都向东山透露心事啊，根本就给删掉，大胆个删掉。然后因为已经有定有只鸟了嘛，另外只鸟罗囊可以谈心事了，所以就只鸟当时对正个词个执着啊，增加了再一次浓缩。所以到正正个因素咩，所以个弄起只个戏啊，加起个冷气个戏就更大个区别。到上山演出的时候，上镜演出的时候，我的感觉，我头家是空城，潮州的空城啊，热泪盈眶。我头咩只到只在我的广华剧庙个演出啊，当锣鼓起来搞个音乐，这个大衣都都滴滴啦滴，哪里浪喳喳喳喳喳，把刘就把锣鼓只开门啊，我摸落去搞啊，出刘就那个老马子，
做人老难不错，因为听着乡音。我大概就想起时代啉一句话，那音乐能够使人去保卫祖国，就是只系条件的时候，耍出了亲切的感动的甜的。那确实音乐，伊使人想起了家乡，想起了家乡，这是直情使我激动的情绪，头的情绪。到而家呢，就到正式的女登陆演出的时候，就总连咩大来台，但是隔呢有外边的来，伊无边来。等到戏正行到第四场的时候，赵总理来啊，至少百分之的演员就来台戏，就来台戏，因为来到呢，惊去惊走着光景。赵总理啊，惊影响着光景，伊无对只场进来，伊走对，我小小定个灯光，两班木灯光甲外音色，走去到太个两格坐到定个台，人家啦啊，赵总理来哇，哇！非常的激动，初人就非常的激动。台的赵总理在跟人，他初人也陪了差不多九十半点钟位。当时过忙日当时啊，经到台戏的时候，台的就教后台来，介非常关心初人，过忙日啊，初人也来啊。那个时候，党并不话咩个，只说领导啊，都来台过这个戏，所以到北京。是拢有各人家己嘅特色，吓、啊，就是，所以去到北京演出呢，也是比较轰动嘅，就是。冬天也霜晒顶顶，其他许多节目都是获得了多项殊荣。